另外来看这河尾电动铲得到补助，利用这农地修建，在河尾交流道附近设置了10多公顷的这大波斯菊，目前啊都已经陆续开花，现在游客看到了都是专工停车倒来赏花。这镇长王水川表示，大波斯菊的色泽是相当的多，看起来也真水，欢迎大家在春节前后到河尾镇来看花海。一蕊又一蕊的大波斯菊在空中游来游去，相当的好看。这是河尾镇在交流道附近种的10多公顷的大波斯菊花田。镇长王水川表示，去年嘛在这个地段种了真多大大小小的波斯菊，得到不错的回响。今年是再度来种大波斯菊，让民众会当尽情来欣赏花海。是这个今年度呢？所以也这个波斯菊的农地面积差不多有14、15公顷哦，啊，这县政府补助咱9000块，啊，公所呢补助5000块，啊，即马等咧盛开到正月中旬以后呢，咱会办一个赏花活动呢，啊，直接呼吁咱跩乡亲呢，啊，有闲呢来赏花。咱即马吼，这个波斯菊拄啊，即阵拄啊开了长穗吼，啊，会当延续啊到几年后吼。啊，欢迎咱遮乡亲时段啊，有时间哦来遮赏花哦，是非常好诶，这个环境啊，尤其交通嘛足方便哦，拄啊伫山东路口安尼哦，啊欢迎各位踊跃来参加来赏花。河尾的花田种地集中伫山东路北段或河尾交流道，10多公顷的大波斯菊盛开的时阵是相当的壮观，真侪路过游客看到了后，拢甲车停落来来欣赏。伊嘛表示，一片花海看起来是相当的水。公所表示，预计在1月12日要来开放参观。漂亮就快乐啊！因为还蛮大片的啊，感觉就会给人家很舒服的感觉。嗯，你呢？就很漂亮。没有办法在台北看到这种的。哦，你们从台北来的？对，路过。对啊，路过而已，觉得这里太漂亮了。大波斯菊花田为1月份开放参观，花期将会一直延续到春节，民众会当利用休寒时阵到河尾镇来参观。另外，邻近的乡镇也种了将近20公顷的波斯菊，也有太阳花。到时阵，民众会当规划一天的行程，享受一下无同款风景的花田之旅。中央新闻台陈良河尾报道。